你觉得孤独就对了，那是让你认识自己的机会。你觉得不被理解就对了，那是让你认清朋友的机会。你觉得黑暗就对了，那样你才能分辨得出什么是你的光芒。你觉得迷茫就对了，谁的青春不迷茫？其实我们的青春都一样，黑暗、迷茫、有光亮。